是何人？小人武将亭长，等候大王多时了，请大王上船过江。大事已去，渡江何意？其大王江东虽小，也有土地千里，民众数十万，足可称王立业。大王不必忧虑，急速上船过江。哎呀，想当年孤带领八千子弟兵渡江西行，如今居都战死沙场，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爷？将孤的乌坠渡过江去，任他去吧。Thank you.